真雅姐不知道他在耍花招吗？为什么老是去见他？就是啊，就是因为留有余地才会这样啊。你从刚刚开始就在不爽什么？早安，诗音小姐，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吃窑烤披萨？当然可以。男人只要女人漂亮就什么都好吗？当然了，姐比较漂亮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正官庄 Everytime，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。